笑，偷笑，偷笑嘛叫阿看到。啊，这个无依无在啦，你准备要回去啊？所以我说在那个球有影响，我忘记他在乱讲，忘记金鸡肚。要滴口，要滴口。哇哦，这差这赚到一个跑手。对啊，情有可原啊，擦棒球一讲的。其实有时候打者的动作最准，毕竟都是打了成千上万的球，好坏球其实心里都有数，都准备要回去了，还会偷笑。